今天我们的课程是什么课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哦。先知性起舞的课程第四堂课，我们的课程是心腹的敬拜。怎样的敬拜呢？今天要教导你如何在敬拜中使用旗帜。我想这个题目啊，是不是你们平常在敬拜当中最常遇到的问号？我练习了旗帜，我买了旗帜，那我要怎么用？什么时间点用？有没有发现？你旗帜买完了之后，那你的教会在敬拜，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觉得啊，我什么时候应该要上去？可是呢，你们敬拜团的领袖哦，你们敬拜团的主领，他可能没有上过旗帜的课程哦，所以他也从来不会说，哎，小明，你来帮我跳舞。所以好像是他也不知道要找你来跳舞，可是你有旗帜会跳的人坐在下面也不敢上来跳，有没有发现？总在那里等候别人来找我跳，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的挥挥手，对，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你们总是好像有一点可怜的，只能在墙角。然后自从来了西哈佛之后，才发现，哎呦，舞者就是可以在台上跟台下在那里跳，有没有？而且跟敬拜团都是站在差不多的位置，有没有这种感觉？上一堂课，你们有觉得哇，舞者跟音乐敬拜者是一起站在台上敬拜？对，无论是音乐，无论是舞蹈，我们都是敬拜者，对不对？所以一个是敬拜舞团，一个是音乐的敬拜团，乐器的敬拜团。所以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重要的，这样了解吗？那所以今天这堂课你们被开启了之后，你们就以后就不用再躲在墙角敬拜了，好不好？那你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要帮助你成为一个可以回到你的教会，成为舞团领袖。你可以把这样子的讯息分享出去，那你也可以告诉他们，在新曙光国度敬拜祷告中心的那个平台，你们只要点 YouTube 进去，你们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课程，然后你就会有同伴在教会跟你一起祷告，一起练习，一起交流，一起切磋，这样好不好？好好。那所以呢，我今天有交代，就是你们行政的窗口，今天你们回家的时候，这个要注意听哦，你们一定会收到我有告诉你们，你们要去新曙光国度敬拜祷告中心的哪一个地方，好，看哪一个影片，那让你们成为回家功课。那这个回家功课是帮助你们暖身下一堂课，让你们对下一堂课前面会有一些概念，好不好？所以你来上我的课程，你要回去配合看 YouTube 的那个复习或者是暖身，这样子会让你更完整，也会帮你复习，这样好不好？好哈，所以这边你们要记起来，回去会有回家功课，就是看影片，让你更了解我今天的课程，好不好？它会有衔接。那今天我们的课程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课程我会在你的概念跟你的理解上面很清楚的教导你，让你有方向有认知，到这边 OK 吗？然后当你的脑袋清楚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呢，我会有一些范例让你清楚，然后等一下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会到隔壁去敬拜，对不对？那我就要你把今天的课程直接的运用在等一下一起的大敬拜里面，好不好？所以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我要怎么使用，那到这边 OK 吗？好，那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如何在敬拜中使用旗帜。好，不是只是在墙角耍而已，说主啊我敬拜你，我敬拜你，那然后呢，对不对？你就没有发挥功能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有两件事情你一定要明白哦。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一种是在悟性当中的敬拜，这个明白吗？有没有听过在悟性当中的祷告？在悟性当中的祷告就是，什么是悟性？悟性就是你的理解能力以及你的思考能力范围。到这边有没有很难？所以你会悟性的祷告，对不对？你会说，亲爱的阿爸父，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有个阿爸父，我爱你，
请你为我妈妈祷告，我要为我妈妈祷告，因为妈妈生病了。这个是不是你理解的范围以及你的期待？到这边 OK 吗？所以这是悟性，所以你会用悟性去做祷告，对不对？好，这是悟性。那什么是启示性呢？好，我们来看启示性。你给我，帮我给我 PPT。我们什么是启示性？就是从神来的要求、目的跟心意。那你就要去领受神的心意、神的要求、神的目的是什么。那关键就是你要跟上帝的关系很好，对不对？你要常常亲近他，你就可以明白他的心跳。然后你要读圣经，你就可以知道他祝福的原则。到这边清楚吗？清楚。因为我们活着是有一本说明书，对不对？你才可以明白他创造你，怎么祝福你。那圣经就是说明书，使人得祝福的说明书。那这样子懂了吗？所以如果你是一位想蒙福的人，那你不读圣经，那就是有点怪怪的了。买一台电脑回来，会不会看看说明书啊？会。拿到一台新的手机，会不会看说明书？会。买到一台车子，要不要看说明书？会。因为说明书就是那个创造的那个人，设计的那个人，他告诉你我设计的脉络跟原理，你这样子操作它，你就会在这台车子上面得祝福，对不对？所以你自己乱操作，可能当下可以使用，可是很快就会坏掉，这样了解吗？所以上帝创造我们，就给我们一本说明书，就是圣经。所以要让你在活着的时候，你可以蒙福。所以要不要读圣经？要。那要不要跟上帝亲近，常常跟他祷告，建立美好的关系？要不要？要。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习惯，你就可以明白他的要求、他的目的跟他的心意。他现在想要说什么？他现在想要做什么？当你知道他想要说什么，当你知道他想要做什么，当你知道他的心肠跟他的心跳，那他就可以使用你成为祝福人的管道，因为他就会透过你把他的心意彰显出来。到这边 OK 吗？所以如果你要进入启示性的惊奇，那你就必须要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然后能够领受他的心意，他要做什么，他要说什么，他要透过棋子说什么，透过兵器说什么，透过棋子做什么，透过舞蹈做什么，这样了解吗？他就透过你的肢体，透过你的兵器来表达他现在要说的话。所以我目前解释悟性跟启示，你们明白了吗？有没有很清楚？还有，举起你的右手跟我挥挥手。我希望你的观念要很清楚，很好，好。所以今天跟你们解释这两件事情。好，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判断一下哦。我们平常在敬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敬拜团是不是会去选敬拜赞美的歌曲？会不会？会。会。那一开始我们会一起赞美，对不对？所以你的歌常常都会用赞美轻快的诗歌，对不对？因为一开始大家从外面进来，想要让你们从比较冷一点进到比较暖一点，对不对？比较低潮进入比较高潮，所以我们一开始是会用一些比较轻快的歌，让你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融入赞美的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所以我们很少一开始在你的聚会的时候，一开始我就放一首很深很深很深的歌，然后你一进来你就马上到很深很深很深很安静很安静的状态，不太会，对不对？大部分我们都习惯用比较轻快的赞美歌，让你可以慢慢的怎么样，从比较接地气的里面让你可以接在一起，然后慢慢再把你带到怎么样深处，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歌？轻快，对不对？那轻快大家可以想得到哪些歌吗？
因为我们想要赞美，所以我就会用赞美主，哈利路亚，有没有很简单？所以歌曲难度不重要，重点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赞美，这才是我们在赞美要把握的原则，这样了解吗？你用的东西让别人能够更快的上手，他们就可以更快的一起参与，他们就可以跟你一起经历上帝的同在，这个原则明白吗？明白。所以我写了一些歌，我的歌会很简单，让每个人都可以唱，让他们可以很快速的去赞美上帝的同在，好不好？好，所以你看哦，我们在选歌的时候，我会选很简单的诗歌，老人、小孩都可以唱，那这首歌就是最棒的歌。因为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让大家齐声来赞美。到这边 OK 吗？好，所以你看我们一开始在聚会的时候，会不会用一首很轻快的赞美歌？好，那这个歌是不是在你的理解范围里面去选的呢？对不对？所以你就在一个悟性的里面，你用悟性的里面去做一个敬拜赞美，对不对？还没有哦，在悟性的里面做敬拜赞美，到这边 OK 吗？没有问题，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会选歌，我们会选歌。可是歌曲一选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这一首歌我要去判断，我要用什么兵器？到这边 OK 吗 ？OK 吗？例如我现在随便唱一首歌，赞美主，哈利路亚，哦，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到这边 OK， 可不可以拿旗子啊？可以。可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就跟我说，有啊，我上次上嘻哈的课，你有告诉我赞美主是这样，赞美主，哈利路亚，有没有？大家都会赞美，对不对？好，所以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旗子拿起来啊？如果你的主领跟你们的牧者允许你，你有这样自由的空间，那就把旗子拿上去跳赞美，这样会不会？好的。那如果你要知道怎么使用旗子，那你一定要知道旗子的功能跟意义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堂课就教过了，没有来上过上一次的 C-Hub 的课的人，我都有要求来上这一期 C-Hub 的学员一定要听 YouTube， 对不对？好，那我今天来简单复习，我们来看一下复习一下旗子的功能。好，为什么要挥旗？你的兵器它的功能跟意义你一定要知道，你才会知道怎么用它。好，为什么要挥旗？为什么要开车？哦，为什么要开车？回答我啊，为什么要开车？你为什么要买车？妈妈，我要一台车。有没有听到？妈妈说走路就好了。为什么要开车？你会不会知道它的功能是什么 ？OK 吗 ？OK 吗？特别大学生，妈，我要买机车。为什么要买机车？对嘛 ？OK 吗？你一定有目的，对不对？一定有它的功用，对不对？所以你的旗子，你越知道它的功能，功能你越清楚，你使用它的能力就越强。到这边 OK 吗？没问题。好，所以旗子我们之前上过了，对不对？什么功能？第一个，整队，看得到吗？我们一起大家一起念，整队出发去征战。还有呢？荣耀归给神。再来。表明身份，再来传递信息，再来招聚辨识，再来宣告得胜，再来彰显神能力同在，再来象征着医治的记号。所以当你在一开始敬拜团一出来，音乐一出来的时候，每一首歌曲你都要去判断这些歌曲适不适合我拿旗子起来跳。如果这些歌曲里面有表达到这八项功能，你就可以把你的旗子拿起来耍。到这边 OK 吗？整队出发去征战，荣耀归给神，表明一个身份，传递信息，招聚辨识，宣告得胜，彰显神能力同在，象征着医治的记号。好，考一下哦，这一堂课我在 YouTube 的哪里有教？不知道。好，那回去看五遍。每一个来这里上课的学员，
我都有要求要去听新曙光国度敬拜祷告中心，有没有？第一堂入门，有没有？入门我就教了，就很清楚的告诉你，而且每一个棋子我都拿起来示范，告诉你他要在什么时候要使用它。所以你要会用资源，这样知道吗？你今天听完的课，你要回去赶快再去复习一下，你就会更全备。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教你怎么样的来判断，来操练怎么用。好，那这个先留着，好，这个让他留着，让他们可以看。那我们要来学习用悟性来判断。如果敬拜主领他使用了一首歌，好，将天敞开。赶快看歌词，赶快去判断。好，等一下你告诉我，你等一下告诉我，它是那哪八项里面，对不对？要表达什么？荣耀有没有？有。还有呢？神同在。还有呢？宣告有没有？有。还有呢？好，我们继续听一下，大概三分钟，对不对？听一下。做一些有力度的动作。
的动作，听到了？啪，怎么样？啪，啪，有没有？带出能力 ，OK 吗？在曲子一预备的时候，你参与在他们决定的曲子，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用你的悟性，你理解的范围，你可以感受的范围，去判断我要用什么样的兵器。好，那我们再用一首曲子来看，来判断。好，圣灵，请你充满我心，更多敞开自己。很硬还是很软的歌？很软，很柔软，对不对？好，第一场旗子的课，入门课就教过了，什么时候要用硬旗，什么时候要用软旗，还记得吗？软旗什么时候用？表达爱情。还有呢？还有呢？软旗什么时候用？软旗也是旗子，对不对？刚才那八点，只要它能表明就可以用，到这边 OK 吗？所以当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他在唱什么？圣灵。还有呢？听到什么？简单来说，是不是跟圣灵的关系？在邀请圣灵，对不对？这都是很熟的歌，对不对？你可以马上判断。好。所以这时候舞者要做什么？拿软旗。好，我们再从头开始，好了吗？好，那每一个旗子是不是都有它的意思？这个有教过，对不对？好，那你就要去选一支代表圣灵的旗来用在这样的歌，到这边 OK 吗？这就是悟性的范围。他在做什么？邀请圣灵，有看到吗？充满我力，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有没有？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表达跟圣灵的关系吗？充满我心，有看到吗？我需要你的祷告，充满我。我觉得太少，对不对？慢慢的，我要从你一个人会跳，然后带领你怎么样成立舞团，好不好？成为那个舞团的领袖。好，那第二个人来出来，你要拿旗子。好，当有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一个人就要赶快让出空间，让有空间，让他可以整个舞台上可以站得比较平均，看到了吗？好，让整个整体的舞台的感觉有没有？他们能够进入视频的里面，这样知道吗？这就是每一个舞者你要有的概念，要让，而不是就一直站在中间死不让他出来，好，懂不好？这就是团队的爱，看到了吗？你会看到他们在互让。好，他们拿着圣灵的旗子。好，先到这边，谢谢。好，你看到了吗？好，这样子的概念跟 认知的堆叠，会不会让你在做的时候更有安全感？会哈，很重要哈。好，那什么时候我们不要用旗子呢？不是
有旗子就觉得，哦，我会旗子，每首歌都要拿旗子上去呢，很奇怪呢，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有时候不用，你知道吗？好，那我们看看什么时候不要，我们来看看。好，不停涌出来，我都拿很熟的歌，你们回去还可以继续听。那我没有，等我一下，我没有时间从头到尾陪你听完，但是我把一个方向给你，你至少就会有个概念，这样好不好？因为时间有点短。好，不停涌出来。好，先听听看，是快乐、温柔、强壮、真正，还是怎么样的歌？哈利路亚，怎么样？好，接下来就看我们这边有舞者哦，对啊。那等一下，余音跟字要预备好。那等一下，清明记得要浪哦。如果爱心出来，你就要往上面了哈、哦。好，他在干嘛？他有没有拿旗子？没有。你觉得我要不要拿旗子啊？不用，对不对？他在做什么？你觉得他在干嘛？他在跳舞。他开不开心？哎，看到阿桑，他浪他了吗？他开心，他在干嘛？他在为主跳舞。来，不停的涌出来，什么东西会涌出来？爱如泉源，好，把爱心丢一下，让它涌出来。哦，有没有涌出来的？有没有 ？OK 吗？还可以拿着爱心跳，开心。哎，有没有叫你劈腿？有没有叫你翻跟斗？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只是在表明一个悟性，表明现在在说什么话。有些耳朵不好用看的就知道现在在干什么，对不对？对。好，所以音乐敬拜团跟舞者是不是都很重要？好，很兴奋，救恩临到我的生命了。好，那你的表情也要出来啊。OK， 不是只有肢体，你知道，你要在你的眼神、在你的面部、在你的表情表现出，哇，我好兴奋哦，救恩。跟着你，你们有没有好开心？好，谢谢，到这边。好，怎么样？来，从刚才到现在，有哪一个是对你来说很困难？没有啊。来，再看一下，我们有特别的瘦、特别的身材、特别的好吗？没有，你知道吗？神就是使用软弱的，怎么样？让那个强壮的怎么样羞愧嘛，对不对 ？OK 吗？谁说一定要最瘦、最高、最美才能起来跳舞 ？No， 我们是敬拜者。这样了解我在跟你讲什么？对，所以你看哦，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爱主的心，把全身献出来。但是有个关键是，衔接上一堂课，我们要有心腹的态度，对不对？我们要有分别的态度，对不对？所以态度要对。穿着要对，态度对要对，吃的东西也要对 ，OK 吗？用的兵器也要对，有没有问题？黄国伦有一首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听过？我愿意为你，可不可以敬拜？可以，可以啊，当然可以，有点甜，会不会唱？不会，真的不会吗？有没有哪一首很流行的，然后可以表达爱情的流行歌？好，没有听过吗？有点甜，没有听过吗？是要你结婚，不是唱那一首？好，有，我再找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有没有听过？好，不能唱给神听吗？可以啊，可以啊。你知道这首歌会不会圣洁？是你把它变得圣洁，知道吗？一个地方会不会圣洁，不是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代表着圣不圣洁 ，OK 吗？而是你把它变圣洁。你知道我老公的名字叫林圣洁，可是我老公是传道人，对，怎么会林圣洁呢？对不对？这样没问题，懂吗？什么歌曲，他能不能圣洁，在于你能不能让他圣洁。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看一下，
再看一首哦，所以这不用用棋子，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硬要用棋子，好，你可以在什么时候用棋子？你一直不断的在旁边站呢，那个时候你在角落，我觉得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帮他凝聚那个赞美神的同在的能力，那你就不要上去跳，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有没有？所以芝麻在拿棋子的时候是在边边，我不抢镜头，有没有印象？回去看一下。对，我希望你们在实作的时候可以去明白怎么运用。好，我们再看下一首歌，不用棋子的曲子。我要歌曲，我不要这个荧幕，不是这个东西，我要听歌。对，我有传给你们在里面，对，单单敬拜。对，好，我们来看歌词。因为我要把握时间，所以你一边听歌一边看视觉比较快。我跟你解释，好，我比较希望是让你先听歌，听一次你会更快，可是时间有点太短。好，来舞团出来，好，有人表达心出来了，看我们在线上。信主你可以来跟吗？因为等一下心需要两颗或是三颗，一颗太孤单。好，你觉得什么身份出来了？有心腹出来，对不对？好，你有没有看到有心腹，有还有心腹的心？期待弟子前的位置，好，赶快。有看到了吗？需要棋子吗？这首歌就不要棋子了。好，你可不可以因为，如果你是视觉系的人，你可不可以因为看到道具，哇，你可以很快速的感受到神啊，你的爱与我同在，有看见吗？好，所以一开始你只看到心腹在表达对上帝的爱，对不对？还有心腹对主爱慕的心，对不对？好，那我等一下要舞者他们做一件事哦，叫他们做一件事哦，他们去表达上帝的爱对心腹的环绕，可以吗？好，上帝的爱对心腹的环绕，可以哦，马上用队形就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爱。好，信如转圈圈跟着，信如绕圈圈。心腹的身旁了吗？刚才不单单只是人对神的爱，现在有神的爱环绕在心腹的周围，看到了吗？OK， 谢谢，好，请舞团下去。好，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定要用棋子跟不需要用棋子的曲子了，对不对？好，那什么曲子是又要用棋子又要用兵器呢？只有爱心吗？
只有旗子吗？来看看那个地方，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兵器全部带过来，有看到什么？铃鼓，对不对？可不可以有人可以帮我拿个铃鼓，让我们看一下？可能有人没看过铃鼓，对，来，铃鼓，对不对？好，铃鼓的功能是什么？欢庆、赞美、征战。好，有没有看新曙光国度敬拜祷告中心的内容啊？有特别录制一个课程，就是铃鼓怎么跳，铃鼓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这就是你们的回家功课，你们回家有一个月的时间哦，有一个月的时间才一次课，对不对？你不是上课前一天在看哦，因为我们的肌肉是有记忆的，从你今天回家的隔一天，你就要把我教过你的动作拿起来复习，这样好不好？你们每一次回去，我都是赶快把今天的课程就熬夜上传，让你们明天就可以立刻收到第一线第一资讯的讯息，如果你没有使用它就很浪费了，好不好？所以明天你就会收到今天的课程，然后呢还有回家功课，然后你回去就要看一下铃鼓到底要做什么，你要对它有概念。好，那除了铃鼓还有什么东西呢？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白纱，我送给你们的什么白纱OK 吗？有看到白纱对不对？好，哎，你们那个门可以关起来，让它冷气可以吹热。好，再来，还有白纱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东西？爱心，有看到吗？兵器还有爱心对不对？好，除了爱心还有什么兵器？好，皇冠，永戴他为王，他是王对不对？好，王要出来，还有什么兵器呢？彩带，有彩带吗？有彩带吗？好，你一看到这个彩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彩带要做什么啊？彩带是干什么的？颜色代表什么？你看看，红橙黄绿蓝靛紫是什么？彩虹。彩虹要表达什么？应许。好，那现在随便告诉我，有哪一首歌你觉得会用到这个彩带？你们常常在唱的。彩虹的约定我听到有没有？那那个时候你就要出来耍彩虹，有没有知道？因为你在表达一个盟约，所以当你在敬拜的时候要表达盟约的时候，你就要把彩色的旗拿出来， OK 吗？红橙黄绿蓝靛紫是七个色哦，不是六个色哦。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同时可以用旗子也可以用其他兵器的歌曲。好，我拿了一首是我前一阵子创作的歌，好，你们来听听看，你们听一下，你觉得可以用哪一些兵器？看歌词哦。标题已经听到是什么？心腹爱火，那有什么？有爱，还有嘞？有火，然后还有什么？有心腹，到这边 OK 吗？听到什么？现在听到什么？爱火，那火什么东西可以代表火？好，红色的 OK 吗？炙热的爱火来出来吧。好，打开双旗，炙热的爱火，因为炙热嘛，很热，对不对？你就不会保留，只用一直在那里甩，你知道吗 ？OK， 炙热的爱火，看到了吗？你的爱火，好，你要被火燃烧，你是不是在喊？爱火来烧我，所以他的动作我们让你感觉爱火，火在环绕他，有 OK 吗？好，等一下准备下一句下一个经文哦，你觉得他要说什么，然后道具记得要出来哦。好，那记得火要让一下他们出来的时候，好 好看一下歌词哦。你的爱向我倾倒，好，倾倒是倒一滴吗？好，所以不是一滴嘛，不会一个人，对不对？要不要多几个人要倾倒那个爱，你知道吗？你就要去表达那个很明确的那种，很多很多一大盆，知道吗？如海一样多的那种倾倒。所以就不要一个人孤孤单单在那边说向我倾倒，向我倾倒，了解吗？你也要一点戏剧力，这叫做悟性的敬拜。
实好简单哦，怎么就这么简单哦？所以我也没有比较厉害，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下一季的嘻哈盒就你们来上咯。我的爱，我的良人。好，还有什么新身份没出来？对，那有良人的爱，对不对？良人的爱要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还是一个人就好啊？新妇要几个人？好，那有一个爱心帮忙去地庇补下的话，没叫你帮忙好了，没叫你去当新妇，那心里你回来。好，来来，就赶快走到前面。对，好，看到了吗？来来来来，米华，对，啊，有人是良人，良人跟怎么样爱人嘛？新妇跟良人有没有看到？好，那新妇跟爱人他们是双舞，对不对？他们要对舞，对不对？是不是？米华，你有听到我说要对舞吗？那你要去找那个良人对舞啊，不要一直对空气。嘿，有没有良人跟我的爱？有看到了吗？有没有层次？好，那爱火都要环绕两个人，环绕这个心腹跟两环绕心腹他们，你们就要去环绕他们，不能就一直在后面排排站，有看到吗？然后火要不要环绕？火也要去环绕他们，哈，你去要你要去做那个层次，有看到了吗？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了吗？好，你有看到了吗？好，这都他们没有编排过的，我现在立刻 Q 他们，他们就得上来做，就这样子而已。好，我们先到这边，谢谢。好，有没有很难？所以这就是在悟性的里面。你看，我刚才从快歌一直走到慢歌，就如同你们在教会的敬拜团，对不对？我们都快歌快歌快歌，然后进到慢歌，所以你就可以在悟性的里面，然后舞团就可以来回应。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很有信心啊？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季老师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回去要练习，要照镜子，可以吗？你要去看你跳的好不好看，因为这就是一种美德。因为你的肢体跳的好看一点，你会让下面跟你敬拜的人舒服一点。就像我录音，对不对？我不可能找五音不全的人来录，你知道吗？因为我想要敬拜，但是我打开我的收音机，然后那个人唱的都唱不准，那会不会干扰我敬拜啊？会，了解吗？所以我一定要听到最精准的声音。那相对的，你的视觉也要让为着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要把它跳到最精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既然在悟性当中，我们可以开始去判断什么歌曲应该用什么兵器，对不对？可以吧？那我们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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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到一个神很大同在的里面啊？因为我们的赞美转化了现场的氛围，对不对？当转化氛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先知性比较先知性的人或是先知，他们就会因为在敬拜的同在里面下载神的话，对不对？他们就很快速的明白上帝现在要做什么，要说什么，要显明什么，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会有比较成熟的人或是主领，他会起来宣告，对不对？然后你们刚才敬拜已经火热了，很火热，对不对？他就说，现在让我们一起拥戴他为王， OK 吗？你有听到他在说什么？拥戴他为王啊！这个时候本来舞团就没有准备这首歌了，敬拜团本来就没有准备这首歌，有没有常常这样？ OK 吗？那舞团就在下面待着，不干我的事。不是的，舞团要赶快跟上，现在要拥戴他为王。来，帮我把拥戴他为王的歌弄出来。那谁要当那个王？那个道具是要你当那个王，好不好？你们其他人围在旁边跟他一起拥戴，好不好？来，慧根吧，来来上，快！好，现在拥戴他为王，让我们一起拥戴他为王。对，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了，对不对？可以想象吧。好，有一个人就拿，好，是要你要在前面，你要让他们有空间站，要围圈圈。好，围圈。
有没有感觉到这永代？永代谁？不是永代思瑶老师，不是，是永代那个上面那个王冠那个王。好，有看到吗？当我们进入到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会不会进到至圣所的状况？到永远，我要掌权。下去仍然是王在带着所有的勇带着，所以王就走到最前面，按着次序一个一个退去，跟到后面去，然后慢慢的往下走。看到有没有很有次序？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所以我们的团队是有次序的团队。好，先到这边，有看见吗？好，那我们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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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神的灵同在，神的灵啊同在。突然我要释放出一个讯息，一切都更新了，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就要知道什么旗子什么兵器是可以来表达在新天新地里面。好，所以我就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的旗，看到了吗？旗在新天新地的里面，看看这个旗子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王，他坐宝座，看到吗？七，还有圣城，有看到圣城吗？好，尽量把旗挥多，那个挥他的涟漪挥大，有看到吗？走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进到一个很高潮的里面了，对不对？好，已经把整个空气都转换了，因为我们已经要预备成为一个新人，看到吗？好，那我要两位舞者，然后你要去接他们旗子的尾巴，让这个旗子全部摊平。好，赶快舞者动作跟上，接他的尾巴，让旗子整个摊平，摊平。好，让人好吗？上下飘。神的帐幕在人间，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好，如果我要求他们要变成一个十字架，那怎么办呢？前面那个就不要动。好，让他们下去，一个成横的，一个成直的，对不对？看到吗？赶快哦，反应快一点哦。好，你们放平，有看到了吗？对对对，看到了吗？好，来举高，你就可以看到十字架了，对不对？好，十字架，你们要用什么样的十字架呢？来，如果一个是面对清灵的，一个就是往下放。清灵，请你蹲下。对，请你蹲下到底。有看到，你有看到啊？好，那你们尽量贴近才会是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分开的嘛，对不对？有看到了吗？哎，你们就要常常有这种默契。好，然后继续再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里面，在圣城里面，新天新地，好，赶快拆火。哎，有没有看到了吗？好，我们先到这边，好，慢慢收，慢慢的走回去，再合作一起定期，然后再把旗放下，有看到吗？好，先到这边。好，到这边有没有很难呢、啊？一个就是你先听曲子，然后去用悟性去判断要用什么，到这边 OK 吗？那更高层次的就是在神同在的里面，你要立即可以领受上帝现在要做什么工作。可是如果舞团不能立即，没有关系，你们教会一定有领袖在带那个场子，对不对？他就会喊，那你就要跟上， OK 吗？
有时候敬拜到一个高潮的时候，我们会唱爱火燃烧，燃烧在我生命，有没有？有吗？有，常常会这样，突然就觉得爱火燃烧，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全部就按照会了吗？你就要知道，只是一个是临时要有默契，然后要知道要用什么兵器，一个是可以事先做预备。好，那这一堂课我教完了，有没有很难呐、啊？没有，今天你都没有操练，你等一下可以好好操练。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敬拜，对不对？好，那今天要用的歌，今天要用的歌，你有帮我下载吗？没有下载到的。那今天要用的歌是什么？来，很好，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还有呢，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有听过吧？还有简单哈，还有好牧人，好牧人我还不会唱，因为刚刚收到。好，我到来之前的时候收到今天晚上的歌，那我就要立即带你们运用好牧人。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有没有听过？新的心，新的什么？怎么唱？新的是新的。好，有听过对不对？好，再下一首什么歌？开路者怎么样？开路者，有没有唱过？好，再来还有什么歌？基督是我满足。基督是我满足，对不对？好，很简单，都会，对不对？好，我要你们现在分组。好，我刚才已经先分了。棋子组是谁啊？棋子组来举一下。啊，棋子来这里。站前面，等一下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对不对？今天你已经对课程有概念了，也知道要怎么用，但是还不熟练，不会立刻用，对不对？总要先想一想，多操练嘛。所以我等一下会安排老师在你前面带动作，让你马上跟，马上消化，这样好不好？在你看我刚才是我讲你做嘛，我做你看，对不对？好，那等一下他陪你做。那以后就没有人陪你，我们看着你做，下一堂课我就要你自己做，可以吗？所以等一下会有老师在前面示范哈。所以我想要争两个，你说我等一下有棋子的歌，我就是要出来，我愿意，快点，抢到就是你的了，因为就是你上的。来两个可以跟的，你要跳棋子。如果没有人举，那好，老师下去了，我们等一下就没有棋子了，就你们两个跳就好了。他们不想学啊。你来这里学，你不跑步，不要当台湾的孩子，你们自己要求人家填压你的，你知道吗？你懂吗？很多时候是你自己要什么，不是我要你做什么，可以吗？清楚知道你要什么 ，OK 吗？不要要求你的领袖应该给你什么，没有这个道理，是你要什么。如果你知道你的领袖不能给你，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强求别人？了解吗 ？OK 吗？你一直要一个男牧师给你母爱，太过分了吧？你明白我跟你表达的吗？你明白吗？你一直要芝麻给我，我给你父爱，那也很过分吧？你了解吗？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来再一次机会哦，不然我就要 pass 过去了。要跟起舞的来。两位，好，先上来的就是你的了。来，两位，只有两位。好，你们两个来不及先下去，没关系。好，来，再来，来。好，等一下，来，你们两个先，等一下，你们两个再上。好，等一下，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要穿白色的，因为今天有要求是什么？新妇的身份。好，我要白的。哦，这个原则彩印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啦，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上去要做一个。身份的表明，好，来，四位在这里站一下，在这里站好，好，等一下呢，好，现在就要有一个新的模式了，来，听我说，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老师在前面，嘘，然后跟随的徒弟要站在他后面，这样有听懂吗？好，赶快，老师你要把他站出来，让他们可以跟啊，好，站好，让他们可以跟，好，站左边，因为等一下我还要排其他的兵器，在我的左边，到这边 OK 吗？好，等一下有。要用棋子的时候，他们两位老师会上去跳。那你们两个的责任就是什么？跟随。然后我要你们怎么跟？我已经建立了一个次序。于玉老师挥挥手。于玉老师要跟思瑶老师。好，思瑶老师举挥挥手。好 ，OK 吗？那你是文琪对不对？文琪就跟于毅。
于毅老师，看到了吗？可是于毅老师会跟谁？施耀老师的动作 ，OK 吗？可是如果于毅老师不想跟施耀老师的动作，他就要自己变换新的动作，那你还是要跟他，你不要跳过他跟他，这样 OK 吗？所以呢，琪，玉琪，对不对？哦，会有尽量去记你的名字，玉琪跟着施耀，好。好，所以你们俩现在赶快操练一下，你们拿着棋子故意做个动作让他们跟。对，我们老师今天好像都有点听不懂，赶快去拿你们的棋子，老师要让徒弟可以跟 ，OK 吗？他就立刻跟上，好了吗？好，棋子组出来的话，等一下如果歌曲有要用爱心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怎么出来，对不对？但是我帮你安排一个师傅在你前面，好不好？好，爱心组谁可以做爱心组？爱心组，信如你可不可以做爱心组？好，好。但是你们没有穿白色，我不开心，我要白色。对，肉色还勉强，好啦，来来。对，你没有穿白色，你就跟我一样穿红色，好不好？就耶稣的热情，好来来。想要跳舞蹈的，赶快一个跟快舞蹈，想要跳爱心的，快点。对，赶快跟哦。好，所以等一下有舞蹈动爱心动作的时候，信如老师一出去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跟在他后面，到这边 OK 吗？好，好，好，先这样就好了。好，再来，来往中间靠。那等一下的动作如果有肢体有没有？好，我们请千里老师出来。好，我跟千里老师交代说，千万不能有盘旋踢啊、盘旋飞啊，或是大转，不要，就是做简单的手部的肢体动作，好不好？或是简单的跪下，或是什么哈？谁要跟肢体？我希望两个小男生，赶快，赶快！我希望两个小男生，然后跟着肢体。好，请你简单的做一些肢体，我敬拜你，我爱你的一些动作开始。好，快点！我们那边八点对不对？对。好，好，赶快跟，可以吗？可以吗？好，尽量用简单的动作让他们跟好。赞美组的时候呢，你会怎么赞美？好，对，看到了吗？赞美，啊，你手要跟他一样，你看他嘎子窝打这么开，你们怎么这么的封闭了？快点打开。然后还有人赞美，然后呢，我的心涌出来了，跳要起来，跳舞跳舞，我要跳舞，我要跳舞，我要跳舞。好，你看哦，这样会跟，没有很难，对不对？好，那等一下我们会有这三组出去，那没有出来的就没有了，好不好？他们就可以实地的操演。好，可是等一下如果有歌曲是要表明心腹的身份，应该会有一组吧？有没有啊？那个歌要表明心腹的身份的，有没有谁穿全白的要出来跟老师表明心腹？那这时候旗子对不对？我的舞者老师不够的时候，对不对？我就退而求旗子，就有一个退下，谁退？于毅就先退，看到了吗？就要留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退了，第三个要跟上，知道吗？你们就听懂吗？你们就要开始互跟，跟着他，这样了解了吗？那如果呢，要变成单排的时候，他就是二号，你就是三号，你就跟在他后面，这样没问题。那听候他的指令，这样没问题。我已经在预备告诉你下一次的课，我要教你怎么样摆正哦。好，你就可以起来领导团队了。好，所以呢，心腹到最边边，再去呼召一位心腹或两位。那我不知道等一下台子够不够大啦，我们等一下就把全部都占满了，你知道吗？对，最好大家都能够跳舞敬拜。来，谁想要做心腹，赶快跟啦！然后你们要有默契，有时候是一起当心腹，然后敬拜神；有时候有一个人要当良人的身份，知道吗？要对舞，有没有问题？对舞就是两个人都跳一样。好，八点准时，哈利路亚！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好，我们先退下。老师上次才教过。每一位美丽的心腹跟公主下的课要做什么啊？谢谢老师。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各位同学，谢谢你们。好，那你们忘记了第一件事是什么？谢谢谁？老师。再来，左脚。谢谢谁？同学。再来，谢主荣恩。好，那动作没有做齐，不可以过去。再一次，你肢体不做，你就不是舞者。再一次，谢谢老师。再来，谢谢
同学，然后来谢主荣恩，会不会？好啦，好，现在把你的腰挺直，把你的肩膀挺直 ，OK 吗？我们非常有次序、安静的，我们一起走到主堂，好不好？